这些花了98，但是东西还没有上齐。好久没有拍东北法院系列了，大家感觉一下合不合适？今天找了一个大店啊，就是装修还是很不错的啊，这灯啥的都挺好看的啊。不是东北都这么便宜，我是为了拍视频故意找便宜的，好吧？我这个怕他坨呀，冷面汤是分着的，我先给他倒里。这个98有个冷面，这个是齐齐哈尔烤肉，这是什么牛五花吧？猪肉、牛肋条子，外加一个鸡肉大虾，大虾还有一个果仁菠菜、菠萝，还有一豆子啊，这些小菜。他这个是一大碗冷面啊，我们就来一口啊。汤还是很不错啊，这个面一口就没有了，但是面条汤的味道很好。先把齐齐哈尔烤肉整上，齐齐哈尔的烤肉这个特别的好吃啊。把它给整开吧，加个肉下的有点多，就这个烟把这个肉熏一下之后，会有一股独特的烟熏风味。刚才我瞎掰的啊，因为我不会烤肉，但是有烟确实好吃一些。整完你看这个肉差不多了，来吧兄弟们，来吃烤肉啊，吃烤肉。这必能让我烤的稀碎啊，第二盘肉啊，扒拉完之后把肉吃了，一股烟熏味。哇，太爽了！好长时间没这么low烤肉了，整点青菜啊，蒜是我单独要的，他们家这个蒜片没有啊，回来就没蒜片，我找要。来点干料啊，整点干料。感觉这个肋条子应该烤差不多了，咱们开始吃这个新肋条子了。继续烤啊，这猪肉了，这就是菠萝烤了吧，这玩意儿好吃。我们东北基本啥都能烤啊，这菠萝烤的贼甜，大虾也给它去里边啊，放大虾了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又来碗面了，饭都烤糊了。其实沈阳这地儿很奇怪啊，它就是便宜。就是我老家，在那个黑龙江，右手边那个黑河啊，都没沈阳便宜。然后，这牛肋条子不错啊，我吃的样挺好。这块小的应该能吃了，拿走。排队的老多了，全人。我是提前来的，我也排了40分钟，叫成绩一品。咱们把这个肉啊，就呱呱的都塞里得了。哎，整一大堆这个，全塞进去啊，蒜片啊放了啊。这个肉薄，它烤的就快啊，能吃的空间这个，多不好吃。给我折半一片，我拿走2片，把这个鸡腿肉也都塞里边，吃点这个蔬菜啊。把这个大肉卷吃了。豆腐是生着吃的还是烤着的呀？我先生着来一个试试啊。正火，给我来一个。好，生的啊。把这个鸡肉啊，这应该是好了啊，都拿出来吃鸡肉啊，吃鸡腿肉，还要2片五花，来呀，应该找人家要个地子。我一寻思，我都快吃完了，就别折腾人家了，就我当个好人嘛，就这么点事儿。爽嫩的，挺好吃，这家烤肉行。他家单点贵啊，有直点套餐便宜。把这俩肉拿出来啊，放个豆腐在这烤了吧，我怕这豆腐都拿不出来，它不好夹。五花肉盖豆腐啊，盖被，咱们给豆腐盖盖的。再见吧兄弟们，没吃饱啊，上对面选一家再续一点。这些不是我一个人吃的，我跟我媳妇两个人吃的。再见吧兄弟们啊，沈阳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别忘了告诉我名字跟地址，我会去拍的。再见啊。
哦